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善知识，内以三观观三地经，外以五回勤加精进，助成理解。前面是讲的内修三观正行，天台的教义啊，他的修法最重要的就是空假中三观。那么修空假中三观呢，这是正修啊，所以叫做正行啊。那么但是单靠内心的修观那是不够的，必定要事理圆融啊，有事有理啊，那么把这个理跟事啊融会贯通，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所以这个一方面从外面啊外表要修这个五种的修法，叫五回法门啊。那么这就说到外修五回来帮助成就这个内观啊，就是刚才的这个讲表里面呢，接着就有科判啊。那么现在念的这一段文以下就是外修五回助成啊。那么下面的文字还好多啊，就分为三段。第一，节前起后，刚刚才念过的这一段文就是节前起后，总结前文。身其后文的助修啊，内以三观观三地经，这就是节前总结前文。前面所讲的三观正修啊，就是从内心起观，用这个空假中三观来观这个真俗中三地之理啊。三地之理为我所修所观之境啊，那么我的内心能起这个三空假中三观的观的智慧啊，所以三观以智慧修三观，观三地的这个这个妙境之理，这是正修啊。单靠正修啊还是不够，不能直理会事啊，必定要事理圆融。所以接下去说，外以五回勤加精进啊，助成理解。外表啊，就是事项，外表可以看得出来的事项啊，再用五回的法门来用功啊。勤就是精进啊，努力精进啊，精而不杂，进而无退，努力向前进修，来帮助成就上面的这个地观之解啊，助成理解，帮助成就前面观三地理的那种的理解呀、啊。希望由解悟而到正悟啊。那么万一五回勤加精进，助成理解，这就是起后，生起后文。啊，那么下文就说到这个五回法门吗？那么这就是生起后文，所以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节前起后。下面是第二，证明五回，正说明这个修五种忏悔的法门，然后啊，解释利益，总结显示，原教的修法从五品位开始，一直到后边诸位啊，同样都要这样修，那就叫做解释利益。那在后文，现在就讲第二，证明五回，
正说明这个五种忏悔的法门。那么这里有三颗，第一标，第二是第三结，标示出五回的名目，然后解释这个五回的意义。那么解释完了，总结上文，所以叫做标示结三段。言五回者，这一句是标啊，所说要修五回法门啊，来帮助理解成就是哪五种忏悔法门呢？这里文字中间好像缺了一句啊，所谓五回啊，这个名标出来之后啊，要解释必定要把这个五种名目一一列出来，最起码也要一啊，这个忏悔啊，应当这个言五回者，下面要一忏悔啊，应当是有这最起码要有这三个字，一忏悔啊。那么讲这个修忏悔的法门呢，有理忏，有事忏，所以接下去才说有二，一理，二事。可能啊，他五回则下面必定有一句一忏悔，最起码有这三个字啊。可能是从前都是抄写的，也许在刻字的时候啊漏掉也不一定啊。因为这个五回不是指的这个理事啊，因为这个理跟事啊是指的忏悔，指忏悔，看下文就可以知道。所以可见呢、啊，五回则以下必定有一忏悔三个字，五回的第一就是忏悔法门啊，不一定要加上了，自己了解就可以了啊，加上也无所谓啊。不过他原文既然没有嘛，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加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自己写笔记也可以啊啊，在笔记里写啊，五回下面第一就是讲这个忏悔法门。那么这个忏法呀，有理忏，有事忏，所以说有二，有二是指忏悔法门有理有事。那么因此把这个忏悔，第一的忏悔啊，就把它分成两段，第一理忏，第二事忏，表里面都有科判啊，就先讲理忏。忏悔也有完全越理而显示忏悔的道理，叫做无声忏，无声就是理啊。理忏者，看这正文，理忏者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十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，即此意也。这就说明这四句话呀，这一首句诵就显示理忏的意义。这一首句诵啊，是出在这个普贤观经，详细的题目啊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。法华经啊也有所谓法华三经，法华三经啊，法华经为主体，佛要说法华经之前面先讲无量义经，无量义经，佛要说法华经之前先讲无量义经。所以这个法华经开头的序分啊，就有说到啊，那么先说无量义经，然后才说法华经啊。那么这个法华之前有无量义经，法华之后啊有普贤观经啊，详细题目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。嗯，是专讲修观法门，所以智者大师从这里啊体悟到修观的重要，所以他在这个天台三大部里面第三就是摩诃止观啊，讲这个修观法门呢，也就是啊这个跟这个观普贤菩萨观啊行法经啊是相应的啊。所以这一首句诵啊，就是出在这个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，简称就叫做《普贤观经》啊。里面有说，假如你要修理忏呢，啊，
若欲忏悔者，如果知道过去所造的恶业要忏悔呢，要端坐念十相，好好的坐下来修观，念就是观，观诸法实相之理，能观实相，实相之理显现了，罪相就灭了。啊、哦，如果你能观实相，体证实相，罪相就灭。但是这个说时容易，做时难了。那么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啊，修观了，可是做起来可不容易。罪相尚且还不懂啊，怎么能够懂得实相啊？诸法实相之理，你还不懂罪相，怎么能够懂实相呢？所以单修理观是不够的，端坐念实相，假如你能够把这个实相体证到的话，重罪如霜露，那所做的一切罪业，忤逆十恶一切罪业啊，好像早上的露水，又像好像这个冬天下的薄薄的霜啊，太阳一出来一晒就完了，就把那个霜跟露水啊比作罪业，比作所做的罪业，这些罪业，那么你如果能够观实相，那个实相就是智慧的日光，慧日就是智慧的日光，用日光的光明啊来比方智慧，你能观实相的智慧，如果像日光那么强，所有的百草头上的那个露水呀、一照就光了，就消灭了，那么地面上薄薄的霜啊，日光一照也就融化了，有这个慧日，才有办法灭除这个酸露的罪相。假如你没有这个智慧的日光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重罪如酸露啊，慧日能消除。就是这个意义啊，这个就是礼忏的意义，礼忏是从这个地方入门，他这里应当是先说四忏然后说礼忏，因为不是上上根心啊，是不懂得这个礼忏的道理的，也灌不起来的，什么叫做实相啊，他莫名其妙的，什么叫做实相啊，有人捡石像，实在的相状吗？实在相状呢很容易啊，你坐在这里你也是个实在的相状，我坐在这里我也是个实在的相状，那么我们都是实相啊，那就太容易了，可不是这样子，把这个实相解作实在的相状，那根本就跟实相的道理距离十万三千里了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这个实相是指诸法的离体，那么你能体悟诸法的体，也就是所谓我们本有的本来面目啊、你能体悟到本有的觉体呀、那才算见实相，那谈何容易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所以单修理观不够，要下面修四忏，那么其次就讲四忏，理观跟前面讲三观三谛一样的难了、还是从四忏开始先下功夫，四忏下面的文字很长，分三段，第一证明，第二显义，第三指挥，先说明这个修忏的方法，就是言四忏者以下，一直到鼻故不造心，这是四忏，若如是，这外障渐除，内观渐明，这以下就是显义，莫见此说以下，指非，指何指一般人的这错误的判法啊。先正说明四忏，言四忏者，四是四相啦，这个牲口一三业表达出来的四相的修法。四忏，忏，印度话忏摩，翻成中国话叫做悔过，
啊，忏谋就是悔过，过去所造的错误的，现在把它改过来，改过自新，悔过。那么现在平常习惯性叫做忏悔啊，那是印度的梵语的忏谋的忏拿一个字下来，啊，翻成中文的悔过，把这个悔字拿下来，就是法梵合称，叫做忏悔。现在习惯性都称为忏悔了，实际上忏谋翻成悔过，啊。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忏呢、啊、就是忏除过去所造的罪业，忏则忏前愆，悔则悔后过，啊，那么忏悔啊就是说我做错了事情，啊，那么现在忏悔了以后不敢这样做了，好像小孩子啊婴啊，哦，小孩子做错了事情给他的母亲啊，这个一修理一打呀，啊，就大声的喊说鳌拜母干喽，妈妈鳌拜母干喽，哦，这个才是真忏悔，鳌拜母干喽。可是我们的忏悔啊，鳌拜还是叫干，哦，这个忏悔就不够资格了啊，不是真忏悔，啊，真正忏悔啊就是鳌拜母干了，哦，万一一鳌鳌拜母干，我小孩子实际上打得痛的时候鳌拜母干了，不痛了马上又干了，众生心就是如此啊，我们大家如果你没有真功夫的话情况也是一样啊，今天忏悔明天又错误了，哦，前一个小时忏悔后一个小时又出毛病了，前一年忏悔后一年又出毛病了，啊，经常这样子的啊，这个难怪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个凡夫嘛，生死未了啊，无名烦恼充满在心地当中啊，你要叫他马上就完全断掉谈何容易啊，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不能不下功夫，不下功夫去想办法断除的话，那永久如此，那这个生死啊是永久继续下去啊，就别说别想要超脱了。那么试探要怎么样做呢？下文又简单的说明说，昼夜六时三夜清净，对于尊下披身过罪，修法讲究不断不停的无间修，努力进修啊，那么要尝试无间而修啊，因为我们是个凡夫，免不了要吃饭要休息，还有一些零碎事情要做，有的时候还要上一号，多麻烦了，嗯，那么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，那么这样子如果你上要一天到晚24小时完全是都在用功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要他连着用功不断，怎么办呢？佛定下一个规矩说昼夜六时，嗯，昼夜六时啊就是白天30晚上30，嗯，就规定功课来好好的做啊，那么昼30就白天呢，日出分天亮以后，天亮以后日出啊，那么大概以现在的时间来说嘛，好像晨时40啊，这是日出分啊，晨时日出分吧啊，到50是日中分了啊，未时申时以后，大概是申时吧，是日后分了，就是日有这三分。啊，晚上也分初夜、中夜、后夜。刚天黑，啊，大概是40吧。刚天黑，啊，7点以后天黑了，这个叫做初夜。12点，叫做中夜。天将亮3-4点，那个叫做后夜。如果按照这个方式修行啊，白天有3次。晚上有3次，假定说每一次修行要2个小时，那么就有24个小时当中啊，就有12个小时用功，有一半的时间修行，啊，假定说白天吧，白天的话，7点到9点，这是用功的时间，中午啊11点到1点用功的时间，下午啊3点到5点。晚上啊7点到9点11点到1点啊3点到5点，
如果以这种时间定下来用功的话，中间休息的时间不过是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吃饭了、洗澡了、上一号了，这个这事那事，剩下一个小时一睡觉呢？睡觉时间摆在哪里呀？我们这个睡觉的时间都要睡过啊，最起码五个小时，四个小时、五个小时以上啊。现代人还说要睡八个小时呢啊。那么一天24个小时要睡掉1/3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这样定时间来修行，你不可能说是每一节课、每一节修行下来都睡一个小时啊，能不能这样做？那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啊，也睡不好啊，没办法睡好的。啊，一个小时睡不好，那么一睡睡忘掉了，睡过一整天，那完了，啊，所以这种做法呀，说是这么说，真正能做到的太少，是做不到，啊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就一种方便的办法了，一天呢订个6支香，你百天订6支香，啊，百天订六支香嘛，早上天没亮之前1支香。啊，那上午白天2支香，下午2支香，晚上1支香，这样子啊就可以配合起来，也是60啊，也是6支香。但是我们可以把中夜好好的睡大觉，啊，可以去见见诸公，跟他多讲话。那么这样子大概啊，晚上10点到早上2点3点的时候啊，是休息的时间，中夜有休息的时间，这样子就不会太疲劳。那么这个身体啊就能够支持下去。听说有些修苦行的道场啊，念佛道场也有的，说是定真的昼夜60，半夜硬是要起来念佛的，有这种道场啊。我是听这个大陆来的法师说过啊，但我没参加过啊。我们打七一个礼拜啊，偶然一两天呢、啊、念通宵，把它念到天亮是可以的，可是这个一两天晚上没睡好，白天精神就已经很差了。如果天天如此的话，不到半个月恐怕就要生病了啊。那么因此这个昼夜60啊是假定的时间，不一定完全照这个方法，这个白天3次晚上3次啊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支持下去啊。那么可以白天呢、啊、订6支香，晚上中夜的时候好好的休息，让这个疲劳都能消除了、恢复了，然后第二天才能够好好修行。不管你怎么定向修行了，拜忏啊，必定要3夜清净，身讲究外表的清净吗？按照这个各种的忏法呀，凡是要修忏法，必定要换新衣啊。如果没有新衣嘛，也要洗干净，洗干净的干净的衣服啊。凡是要入坛修行啊，都要换新衣啊。到坛场里面呢、啊、绝对不准讲话啊。到了这个修忏的坛场里面去，就要规规矩矩，一点不能马虎，甚至伏席也不能有声音啊啊。我们平常伏席都是有声音啊，可这个时候要调和啊，让这个伏席不要有声音，很安静的、很自然的进入坛场啊。俨然三宝在前，俨然就在面对三宝，一点不能马虎，不像我们现代一般人对这个佛大殿呢、啊，这个根本就没有尊敬心，在大殿里面哇啦哇啦讲话，说说笑笑啊、那么这实在是都是造罪业了啊、不好。我们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现在人把这句话误会说我来找你就是有事情啊、那么无事不登三宝殿啊、我来找你就是有事情，否则我不会来啊、变成这样的。实际上这个事啊就是修行之事，修行的事情，没有修行之事就不可以登到三宝殿里去。大殿是修行的地方，不是修行不能到三宝殿啊。大陆丛林的中殿呢，这个真正的大殿呢，除掉大众共修早晚课之外，平常时都是关住门的，都不准随便人进去的。那么必定是上殿的时候都要排班进去，鱼贯而入，排班进去绝对不准讲话。大殿里面有一点点不规矩啊，这个就算是相伴就来了，
啊，不像我们现在马马虎虎啊，啊，甚至在大连你说说笑笑啊，啊，什么样的情况都有，这不对的啊。在佛前呢，必定要第一，对三宝的恭敬心要能够表达出来，至诚恭敬。怎么表达呢？就是在三宝面前啊，俨然呢、啊、如面佛天，很恭敬。身啊，要洗干净啊，口不讲话。啊，除掉说法，持经咒之外，绝对没有一句闲话从嘴巴里出来。意要使他清净，不动这个不好的念头，啊，完全安住在所修的法门中，这样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啊，才能真正得到忏除罪业的功能，啊。对于尊像批成过罪，尊像就是三宝的这个佛像了、菩萨像了啊。佛像、菩萨像都是很尊贵的，所以叫做尊像。批是披露啊，陈是陈说，披露陈说所有过去所造的罪业，所造的所有的过失罪业，统统把它发露出来，发露出来求忏悔。那么过去究竟所造一些什么罪业呢？下面大概的说出来，总不出忤逆十恶，最严重的忤逆罪啊。无始以来，我们一切众生有了这个世神，一直到现在找不出开始，没有开始的源头可找，从来就是这样子，无始以来啊。至于今生，一直到今生这个身体，当然今生这个身体呀、啊、凡所造作啊，所造所作的一切罪业，什么呢？是父、是母、是阿罗汉，这个沙字啊，下沙上叫做是。如果是做子女的杀害自己的生前父母，那叫做是父是母。虽然写作沙字，不念杀，不念杀，念是啊，是父是母下沙上。阿罗汉是圣人，你加以伤害也叫做是阿罗汉啊，这是三大逆罪。破和僧第四逆罪，出佛神学第五逆罪，这个叫做忤逆大罪。忤逆通途能够做到的就是弑父弑母，伤害自己的生身父母才算是逆罪。如果是养父养母，那不算逆啊，是罪很重但不算逆，真正生身的父母才算是逆罪。是阿罗汉现在也做不到，因为真正的阿罗汉恐怕也少见了，不容易见到。那么这也是只有提婆达多做到了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提婆达多跟这个欧阇世太子两个人配合起来啊，就把忤逆罪整个做了啊。欧阇世太子啊，把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把他关在深宫，把他游毙啊，让他饿死弑父。他把他的母亲也关在冷宫里面，也想要把他害死，弑母啊，弑父成就了，弑母，母嘛由啊佛来救他啊。后来情况啊，因为得到佛法了，吧？虽然是他有心造了两种大逆罪，那么后来忏悔呀、啊，也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。阿阇氏做了弑父弑母的逆罪，提婆达多。他要把佛害死，他要做新佛啊、要阿阇氏做新王来同化世间。那么有个比丘尼正到阿罗汉国，劝他，劝这个提婆达多，你不要这样做啊。那么提婆达多一气之下，一个拳头对着这个比丘尼的鼻子就打去。提婆达多力量很大，这一拳呐、啊，就把这个正阿罗汉国的比丘尼打死了。既然他正阿罗汉国为什么会被打死呢？阿罗汉如果不入定啊，跟常人一样，跟常人一样啊。阿罗汉必定要入定修观啊，入观才知道一些事。假如他不入定不修观，平常时啊一举一动跟普通比丘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比丘尼他、啊、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提婆达多会打他呀啊，他好意劝他呀，结果给他这个一拳打去呀、啊，对着这个鼻子一打，哎，把他打死了。这就是是阿罗汉。啊，提婆达多做的。那么他把僧团分成两个，破和合僧也是提婆达多啊。那么佛从灵鹫山下来，他从山上啊翻一个大石头，想要把